报道处哈，那我们会有报道批架，还有包括你我们整体的这个排险窗口。也就是，假如他是坐轮椅的时候呢，我们会下降高度，对，会这个规范的这个作业规定。哦，那在内部呢，我们会有配置有办公室哦，然后会有33。到明天为止，桃园市有14个这个筛检站，其中11个在医院，3个在户外。那我们的医务人员都准备好了。那民众哦是有接触旅游史，加上有症状，打1922，或者是专线0800033355，那这两个专线都可以，我们可以预约安排适当的时间地点来采检。那我要去那个采检。你要发什么？超过10个了。我应该不会大发票吧，我们就是会。